我们想来谈谈如何提升生活的内涵。目前台湾的经济可以说是非常的进步，一般人的物质享受也是不虞匮乏的，但是呢，这并不代表我们的生活内涵也因此提升了。要提升生活的内涵，使我们的精神生活不至于贫乏，必须从净化自己的内心做起。我们要追求心灵的宁静，才能够让我们摆脱对外界声色犬马的追求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恭请圣严法师为我们开示。仅仅呢口头来谈说生活的内涵，也是纸上谈兵。如果不能够真正的来充实我们的呀精神生活啊，那总是啊是空虚的。物质的生活只能够啊让我们在五官得到啊刺激麻痹，而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呢所净化，也没有办法让我们感觉到真正的呀有一种充实感。这物质的享受啊和刺激呢，仅仅是暂时的，一时间的，好像是得到了一些什么安慰，可是过了以后觉得非常的空虚。我们现在台湾也好，我们整个的世界都是这个样，许多人大家都在追求啊物质的满足，改善呢物质生活的品质，但是呢精神生活不知道在哪里，没有办法弥补精神生活的空虚呢，就最好去花天酒地，叫许多许多的人呢投入于啊所以声色犬马灯红酒绿这一些东西，就是啊好像是把自己弥补了什么了，可是呢这是一时间之后呢又同样的感觉到很空虚。因此周而复始的一个人就是从生到死啊就追求满足自己的感到空虚，追求满足自己感到空虚，最后还是空虚的走了，也觉得很悲哀的走了，也觉得非常的无奈的走了。这是啊作为一个人来讲的是非常遗憾的事。我们人不是动物啊，动物呢就是本能呢满足了就算是他的一个生命的完成。我们人不是啊，人如果说是仅仅是本能的满足啊，那跟动物有什么，其他的动物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所以人要弥补啊，所以生活的内涵也好，精神的空虚也好，一定呢要有文化的生活，以及呢精神的呀宗教的呀生活。许多的人可以呀用艺术的修养来帮助自己，也有许多的人呢用啊思想的哲学的方式来充实自己。可是呢真正的能够以艺术作为自己的生命来充实生活的人是不多的，就是一流的画家，他们呢在作画的时候或者看画的时候，在雕塑的时候或者欣赏那些艺术品的时候，觉得哎好像是蛮充实的，可是离开了他的这个工作
或者是艺术创作的时候呢，还是感到空虚。另外就是在对哲学的观念理论的也是一样，当自己在想象的时候，在推论的时候，写文章的时候，在辩论的时候，在演讲的时候，滔滔不绝，觉得自己还蛮充实的，觉得自己自信满满的。可是要晓得，哲学家也有哲学家的寂寞。既然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寂寞啊，那是不是内涵已经充实了呢？既然充实，就不应该有寂寞的。你们诸位听过有人在这个哀叹，或者是呢慨叹，说高处不胜寒，有吗？所以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寂寞，为人伟大的人，我有伟大人的寂寞。既然有寂寞感，就是他的生活空虚，并不是啊真正的充实。因此在我的角度，我的观点，我是一个宗教师，是一位出家人，我认为呢，唯有宗教的信仰、宗教的修持、宗教生活的体验，那是啊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你不会感到空虚，你不会感到寂寞。比如说我现在很空虚，好像只有一个人，其实不要说一个人，我们心中在念佛，佛就在我一起，我现在心中念菩萨，菩萨就在我面前，我心中想到的众生，众生就跟我一体，我想到将来一定往生西方，西方就在我一起，离我不远，我寂寞什么啊？信心很重要。这个信心并不是啊一种虚无的空洞的，一定呢要透过自己呢实践。所以实践呢，就是相信有佛有菩萨，而自己呢要学习佛与菩萨的精神。在这个学习佛与菩萨的精神的过程之中，自己本身就在充实自己，自己啊总觉得时间不够用，总觉得自己的体力啊还不够用，自己的生命啊是太短暂，自己的能力啊太不足，所以我们要充分的积极的来充实自己，来付出自己，奉献自己。